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点一滴小厨房。今天我们来做火爆全网的圣诞草莓塔。油咱们选没有味道的，牛奶充分融合。现在我们来分离蛋清蛋黄。低筋面粉，翻拌的手法。取一小部分和蛋黄糊混合，还是翻拌，再倒回来继续翻拌。送入提前预热好的烤箱，150度，20分钟。淡奶油、糖粉。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喜欢的也赶紧试一下吧！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